是因为苍玄并非心甘情愿中蛊，你根本没有把蛊给他真正中上。我确实心甘情愿，让你真正中了蛊。你三番四次找我结蛊，我没有骗你，我是真的结不了蛊。 相柳到底在做什么？我怎么看着好像是他杀死了两个自己？相柳以命诱骗蛊虫，舍掉两条命，与蛊虫同归于尽。此解蛊之法，也只有九命相柳才能用之。 谢谢。晚辈还有一事相求。你说，小妖曾说，此生此世。 永不想再见我。今夜过后，他和我再无关系。如果小妖问起体内的蛊，我会告诉小妖。
是我解的。一祖陈荣王曾是我的故交挚友，我寿元将近，你不用担心我会泄密。 事关小妖，为何不能让他知道？此生既无缘，不如不相见，不想念，就如从未相识，相知。你放心，今日之事，我永不会让小妖知道。 我浩林毅在此发誓，绝不将今日之事告知小妖。若为此诺，折寿，损服，灵体永逝。多谢。玉山不留外客，但逗留一两日还是可以的。你不妨等伤好一点再离开吧。不必了。 面对西燕大军，多一命少一命，无所谓，告辞。 一点痕迹都没留下。爷爷，大军已集结完毕，吾日内入收，便会下令对陈荣叛军发起总攻。至神言断，洪江，他们只能死，不可折，只可杀，不可辱。还有。 小妖可好啊？阿念来信说了，王母已经帮小妖把骨给解了，不过小妖元气大伤，目前还在昏睡。等小妖身体康复，你打算怎么办？ 我本来以为在紫金顶种满凤凰树，陈荣山就是小妖永远的家。可陈荣新月害死了涂山璟，只要陈荣新月在一日，只怕小妖永不愿回来。你不遗余力地找到现在，可还是没有涂山璟的消息。涂山璟应该是不在了。 你和小妖之间再无阻碍，你想过和小妖的将来吗？这件事情不着急，得等小妖彻底放下。反正不管多少年，我们总归是在一起的。 9000年方得一见的因果茶，就算你想喝，我这也没了。
长者自不敢辞，爷爷让我喝，我一定喝。此茶长在北皓山，千年开花，千年结果，千年成熟，三千年得果，名为真言。饮下此茶，有问必答，言出必真。真言茶，哎呦，爷爷，茶虽是玩笑，但的确有话要问。事关天下苍生，你要有问必答，言出必真。是。如果小妖坚持要杀金月，你会同意吗？爷明知道陈荣新月不能死，何必问这种问题呢？你会同意杀了陈荣新月吗？是不能。于私，风龙舍命救我，我答应过风龙要保陈荣新月一世平安。愚公，陈荣新月的背后是整个中原氏族，如今天下初定，不可再起争端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如今你面前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放弃王位和小妖在一起，一条放弃小妖继续做西燕王，你选择哪一条？王位本就是小妖帮我争来的，为何要非此即彼呢？爷爷，苍玄，你不是小孩子，不能贪心地说都要。你若把小妖当作你紫金宫的女人，那你既看低了小妖，更看低了你自己。这世上没有人可以随心所欲，身为大荒之主更不能。人生的每一步，每一个选择，都是权衡利弊，斟酌得失后的取舍。你面前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放弃王位和小妖在一起，一条是放弃小妖继续做你的西燕王，选择哪一条？小妖还是王位？陛下，太尊，何事？李庸族长急见。几百年了，没想到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这里。这里跟以前竟然一点变化都没有。小的时候我最讨厌这里一年年没有变化，连桃花都是常开不谢，想拼了命地逃出去。可是如今看到跟儿时一样的景致，却觉得有一丝的亲切和安慰。粮草一心，人心不如草。风龙知道凶手是陈荣新月，晚爷知道，
苍玄也知道，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老母说，他的寿元将近，想让我来掌管玉山。如果当了王母，那就是画地为牢，别人进不来，我也出不去。这样听上去是不是还挺好的？小的时候想拼命逃出去，觉得天下之大，何处不可去。可如今，天下之大，却无处可去。嗯？你问我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夕颜的王后杀了涂山璟。杀了夕颜王后，不仅与中原氏族结仇，也与夕颜氏族为敌。大荒虽大，你说我能去哪儿呢？你问我苍玄啊？苍玄如今不光是我的哥哥，更是大荒之主，夕颜的王。夕颜的王是不会同意我杀掉他的王后的。小姐一个人在说什么呢？自言自语，不是小姐丢了脸之后一个人躲在深山里面的毛病吗？现在又不是在深山里面找不着人说话，小姐想找人说话的话为何不找陛下呢？因为我想要再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。啊，陛下做了什么？没事儿，小姐对陛下最好了，陛下只要跟小姐道歉就定能和好。你说的对，这世上小妖对我是最好的。陛下，去同小姐说说话吧。小妖想见的人，不是我。小妖。小妖，景，我回来了。
的吧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是真的。真的是你。我是温小六的叶十七，是你随手摘起的草药有十七片叶子，我就叫叶十七。让你担惊受怕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，你一定会回来的。我一直在等你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。陛下，你看着好像不大开心啊。不开心，姑姑、父王还有我，我们都让小妖失望了，但是涂山璟没有让小妖失望，我开心，我很开心。那陛下定是太开心了。还好陛下没有放弃，让黎荣族长一直在搜寻，才能让涂山族长平平安安的回来。自始至终都是小妖救了景，你肯定受了好多苦。你也受了好多苦。等灵力散去以后，头发又会变白的。等我回去吃点药，调理一下就好了。一直不让灵力散去就好了。你是清风吹散人世的花，治愈了沧桑。你是暖阳把黑暗打开窗，治愈了。你怎么回来的？是李永昶救了你吗？是你救了我。你又哄我了，怎么可能是我救了你？这个傀儡替我挡下了涂山侯的致命一击，保住了性命，但我心脉受损，灵力耗尽，昏了过去，顺着西河飘进了大海。我没有遇到海兽，却遇到了海底大涡流，被吸入了海底深处的洞穴中，上上加上。幸好有你给我的灵药，帮我修补心脉，补充灵力，让我在绝境中觅得一丝生机。你又救了我一次。哎，出晦气的，一个破香囊而已。以后我每年都做给你。好。
你从海底洞穴出来以后，后来发生了什么？九死一生逃出洞穴后，因为伤势过重，我昏死了过去。对于海兽跟水妖来说，神族是最好的补品。昏死前，我也担心会被海兽、水妖吞噬，幸亏长及时找到了我。我一定要好好感谢林荣昌。我要好好感谢你。长寿涂山氏有了新的族长，就放弃寻我，只有你一直不肯放弃，一直在等我。陛下才会没有放弃，命长四处搜寻我。算你识趣，还好回来的及时。你若是再不回来的话，我就留在这里当王母了。你当年颠沛流离，受尽苦难都不愿回玉山，为何会想要做王母？我打算杀了陈荣心愿。小瑶，干嘛？感动的无以回报了？那就以身相许吧。好。奉夕颜苍玄之命，主帅入收不惜代价，重兵筑起包围圈，将陈荣叛军圈地围困。入收为了速战速决，下令实行坚壁清野、寸草不留的围剿策略，甚至不惜放火烧山，让陈荣叛军无处藏身。伴随一场场激烈的战事，包围圈逐渐缩小，直到两军相逢。洪江是我义父，与你无关。行了行了，不赶你走。人族有一句话，天高任鸟飞，既然长了双翅膀，就应该去肆意翱翔。早就跟你说过，人心险恶，不可轻信人言。以后我不在了，你可长点心吧。当年我救了你，你也陪了我三百年，已经恩义两清了。玉红草算什么毒药？你九个头当然迷不倒你，可若是你一个头吃的话，肯定会昏睡好几日，
虽然比不上毒药的烈性，可是胜在味道。你不是喜欢喝酒吗？把这个放在酒里，哪怕是烈酒也会很好喝的。我特意给你做的。虽然可能性很少，可是我还是害怕，一不小心会进入到我的梦里。你绝不适合进入到女子的梦里，这只怕比死更可怕。那你此生可一定要安枕无忧，夜夜好梦，要不然
也许与其背负着所有袍子的死亡继续活着，倒不如死了。对一个将军而言，最好的结局就是战死沙场。怎么还不休息？刚才做到了噩梦，突然心悸，就再也睡不着了。王母不是说蛊已经解掉了吗？不是蛊，是战场。已经围困洪江六天六夜了，没想到他居然还有战力。大将军，末将沿着西南方向追击，没有发现相柳。大将军，末将沿着东南方向追击，没有发现相柳。大将军，西北和东北方向都已搜查完毕，没有发现相柳。相柳若是想要逃生，应该早就离开，绝不会等到现在。住手！所有人立即后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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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弓箭，只靠远攻，不可近身。是是。相柳，打了这么长时日，如今终于正面相逢，何不以真容示人？是你，大将军机智过人，在下佩服。和相柳相比，我哪有颜面谈智武？若是形势相当，兵力相当，我不如你。如今天上地下皆是西岩大军，你已经无路可逃，不如放下过往，好好商谈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替陛下向你许诺。奉你为王，许你一方逍遥。若当年浩林与西岩死战，浩林国破，苍玄重礼招降，敢问入收大人，可愿投降？入收大人自己都做不到，何苦来为难我？不过入收大人不愧是浩灵王的首徒，机智过人，刚才若再晚一步，所有士兵都将陷入我的死阵当中。
身的流光，不乱不慌，不悲不伤，竟然洪荒没有你的目光，只剩下空荡，紧手握着一生的风霜，不争不抢，不失不忘，静目骄阳，没有你的阳光，空气只留下热浪，万物皆无光，只有你的眼明亮，随心去远方，看看太阳，满目皆悲伤，只有你的美上扬，等你对影一万夜光，来世写风雨，去世带走了四季，你不在，再好的风景皆无力，开始汹涌来袭，后来绝尘而去，你不来，再美的天地都浪迹。